2013年信主，咁舊年就被更新嘅。咁之後就開始好渴慕神啦，開始去追求屬靈上嘅事物啦，跟住就嚟到呢度學習啦。咁我自己對啲靈魂咧係可以負擔嘅。咁之前我喺另外一個門訓，即係唔係呢度，另外司靈山嘅門訓都有分享，即係傳福音嘅。但我想藉著今次啦，咁多人喺度啦，再一次去分享翻。咁我哋咧就睇一個馬太福音第28章。如果大家有手機的可以看我的聖經，就馬太福音第28章19。所以耶穌跟我們說，跟門徒說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。看啊，我天天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代的終結。咁我每次讀到呢個聖經咧，讀到呢段咧，呢段經文咧，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喎，因為呢度話所以你們要去嘛，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我又唔係全職侍奉，即係我又唔係牧師，又唔係傳道人、報道家，即係唔使嘅呢啲。唔係呢度清楚講明，耶穌話所以你們要去，唔係淨係講話牧師要去，傳道人要去，係啦，係每一個信徒。無論你是平信徒或是全職侍奉的都要去，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。這裡是門徒，不是信徒，因為現在教會呢其實有很多信徒，但門徒呢是真的願意去委身呢跟隨主的呢其實不是很多。教會你每個禮拜可能很大，教會你見到很多人去崇拜，然後就說 Hallelujah， 其實真正是願意去委身跟隨耶穌人咧並唔多嘅，所以主耶穌冇話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嘅信徒，唔係信徒啊，係門徒。咁我就想分享翻自舊年開始，我點樣開始去傳福音啦，係啦。咁我就即係一個傳道人，咁佢係蒙福之旅嘅同工嚟嘅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蒙福之旅？咁佢就係一個事工啦，係啦。就是其實係赴國內的同胞啦，佢哋嚟香港旅遊、中國探親又好啦，係啦，呢個機會，因為香港自由傳福音，我哋可以我哋會免費送一個禮品包俾佢，咁入邊咧就有啲光碟啦，有啲福音嘅單張啦，係啦，咁就免費派發嘅，喺街嗰度。地址咧係啲旺角最旺嘅地方啦，旺角嗰度啦、尖沙咀啦、灣仔又有啦。咁點解我會做呢個事工呢？其實因為舊年我被聖靈充滿之後咧，嗰、那個心靈係好唔一樣。你有聖靈充滿同冇之後咧，對一個我自己啦，其實一個都幾內向嘅，係啦，都幾內向。其實我唔會咧好中意咧而家咁樣咧俾人攝錄咧，或者中喺台上咧去做 presentation 嘅。係因為聖靈充滿之後，咁我就覺得係我要去咁樣，就要為主咁樣。就算沒有果效不要緊，因為果子呢，我們要結果子，但果子呢就不是看這個果效，因為果效不在於我們，看你的心和看你的行為咯。你一個心，你的行為呢，這個已經果子了。即就算我天天在街上這樣去傳遞福音的話，其實我已經做了，我已經結了果子了，已經。所以不用害怕的，不用說啊都沒人信這樣，就是覺得不要緊的，將所有的東西俾耶穌，為耶穌，我將啲靈魂交俾你咁樣，唔需要話咁樣，因為人哋拒絕我，係啦，然之後覺得自己受傷害。因為傳福音的而且確係都容易受傷害嘅。咁我喺街，我喺街上嗰度啦，因為我自己要翻工嘅，咁我就唔係全職啦，咁樣通常都係星期六啦，我得閒嗰時放假時咧，咁我就會去傳。咁點解我就會揀呢樣嘢咧？其實我唔單止喺街外同陌生人傳啦，咁屋企人又有同事啦，都會有，但方法唔同。我自己就只個親身就，因為我喺街度真係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人。你有國內嘅遊客，你有外國人，
你有啲唔同宗教又有咁樣，你係可以見到遇到一日之內，即係一日之內可以遇到好多唔同，係啦。跟住神就即係一個個咁樣準備我啦，因為你真係要準備，你真係要唔瞓嘅，真係要去裝備自己嘅。咁我就會傳福音之前咧，咁其實我自己都會去睇一啲傳福音嘅書，譬如三福報道啦，唔知有冇聽過啦？三福報道或者係啲傳福音嘅點樣報道疑問啊，或者福音嘅問題咧，其實都會自己去睇咗先嘅。咁睇下佢係你嗰個福音對象，佢冇宗教嘅，佢係無神論者嘅。其實基本上問題咧都需要咧去預備嘅。雖然我哋唔係做一個答問機器啊，呢個 answer machine 啊，但我哋都要知道係基本嘢，因為人問到你嘅係啦，一定要清楚講出嗰個救恩論啦，係啦，嗰個基督論啦，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啦。咁神就去即係我就有感動，就去預備自己啦，預備自己去做嗰樣嘢，都好感恩啦。神俾咗個好大個，啲傳福音嗰時係好大個。我唔覺得我自己係哦，即係依方面係好有恩膏，唔係。但我覺得我願意咁樣做咯，願意咁做，跟神就加倍咁樣將，即係將個祝福咁樣臨到我身上。咁雖然我唔覺得自己特別會哦，啲人會啊一講我信啊咁樣，但唔緊要嘅，因為我知道唔係我做嘢，係神做嘢，係啦。我只係負責做佢個地上個代言人，跟我就要將一個。因為好信息嘛，好消息嘛，就傳俾嗰啲人聽。呢個就係我要做嘅嘢。咁喺過程當中咧，其實真係遇到形形色色嘅人都有嘅。咁喺過程我就自己不停會學習啦，有啲乜嘢係需要自省啦，需要去反省一下咁樣，去係咪有啲嘢覺得唔係咁清楚啊，或者係自己方面嘅不足啦，咁去反省。但我同自己講，即係唔緊要嘅，因為咧，如果唔係聖靈喺我哋心裏仲動工咧，我哋唔會承認耶穌係主嘅，所以我只係負責傳，而嗰個人信唔信咧，其實係睇佢自己自意志咯。咁我就分享一下咁樣傳福音之前啦，咁我會做啲咩啦？首先咧，我就會禱告從善，為譬如話主啊，為我今日咧，如果今日我要去出去做嘢嘅話，即係傳福音嘅話，我就要去禱告從善。求神咧就去鬆土啊，或者捆綁嗰個人咁啊，所有嘅背後嘅鹹勢力。因為我覺得你禱告之前好緊要嘅，啲禱告之前，禱告唔係傳福音之前，你去禱告緊要，跟住你做嗰樣嘢啦。OK， 跟住做完之後咧，你都仲要禱告翻，仲要禱告翻阿神啊，即係求你唔好讓仇敵去攞走我今日撒種嘅種子咁樣啦，係啦，咁啊祝福佢咁樣啦。咁呢個好緊要，即係禱告傳福音之前，你禱告咗先啦，跟住你講啦，因為講好緊要嘅，一定要講啦，因為我哋信係因為聽翻嚟噶嘛。如果冇人同我傳福音嘅話，咁我都唔信住啦，係咪？咁唔一定嘅，可能自己去揾下都係可以揾到噶嘛。一定要我哋信係因為聽翻嚟噶嘛。咁我喺大半年去自己去做呢個即係義工啦，同埋其他人嘅朋友親戚啊，咁我覺得好唔同咯。好唔同，咁呢度特別就講翻咧，我覺得，如果你令到嗰個人，傳福音嗰個人係可以決志嘅，咁當然好啦，可以決志。但我哋唔知道佢心目中咧，其實咧係咪真係心裏相信，口裏承認，係啦。咁因為佢哋係街外人啦，咁我唔識佢嘅，咁我就冇乜可以做到，即係唯有咁樣就係禱告禱告。但如果是我傳了一些是我認識的人的話，而他是真的，我真的知道他是心裡相信，口裡承認，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有責任去守望他的，因為我們信了期間成長，其實我 不斷神就去帶人，可以帶人，即使你不是一個全職的好，或者你牧師都可以帶人的，即我覺得不是帶人，應該是守望，都守望他，守望他得閒就買佢咁樣點啊，咁我翻教會啊，同埋我覺得有個人去幫到屋好緊要，因為你好多時報道會好開心啊，好多人出咗嚟即係台前咁樣，然之後佢哋就決志咁樣哈利路亞讚美主，跟住之後咧
之後唔記得影嘅喎，即係有啲相之後咧，即係唔翻教會唔成咁樣嘅喎，其實係唔好意思嘅喎，咁樣一定係有人 follow up， 有人同佢講，即係你而家要即係主律不停咁成長啦，唔一定要，即係你喺主律不停成長，一人帶住佢，即係行過嗰個人走嘅路，你帶住佢，係啦，你帶住佢，你得閒關心下佢咁樣，係，同埋都要再同嗰，我覺得，譬如我傳福音人啦咁啊，我都同佢講翻。使徒信經，我同佢講翻嗰救恩論同埋嗰個基督論，嗰個基督論係幾咁緊要。因為有啲咧初信嗰啲咧，如果之後冇 follow up 咧，其實咧佢哋好容易俾異教咧、耶浸啦，同埋啲魔門嗰啲咧，其實好容易咧，佢就唔積分啊。因為一來如果佢新信嗰啲啦，佢哋聖經嘅真理唔熟，係啦，咁佢自己咧唔知道佢究竟係信啲咩嘢，你要同講得好清楚咧。我用翻《使徒信經》咧，同佢講啦，究竟耶穌基督係邊個，同埋嗰個救恩論係咩回事？咁你就可以之後希望可以防止到啦。即係如果其他啲異教嘅 ，OK， 同佢傳福音咧，令佢知道，因為就係因為好多基督徒佢未必一定睇聖經咧，對真理唔係咁熟悉嘅，係啊，其實都會見到一個情況啦，係。嗰啲異教人咧，異教徒咧就滲咗嗰啲教會度，係啦，即係信三真神嘅教會啦。跟住咧就拉咗好多羊走啊！呢個情況其實我係聽過，係聽過嘅。所以好緊要就係初信嗰啲新人類咧，係有人要帶住佢。你唔係淨係傳咗哦，佢信啦，決絕咗之後就 OK， 唔係咁樣。當然，如果你可以令到佢決志嘅，咁梗係好啦。如果之後嘅話，咁之後點啊？你唔知佢之後有冇翻教會，有冇即係佢成長，或者佢信咗十年之後結咗咗，都係 B B 咧，完全冇成長，或者其實佢可能係即係唔單止同神冇關，可能係未得救㗎，係啦。所以呢樣好緊要咯，呢樣緊要。咁係最近咁，我再同佢講翻，同埋我覺得信徒多門徒少啦，即係最後兩分鐘講啦。我哋要傳福音嗰時咧，我唔會淨係同人咧講啲啊，神耶穌好好啊，有永生啊，平安啊，喜樂啊咁樣咧。因為我哋信主人咧，即係同佢其實唔係咁容易行嘅。我都同佢講，其實你仲係要跟隨耶穌做佢門徒，盡做佢旨意，係啦。咁當然我唔一下子講，其實唔係嘅。跟隨耶穌咧，其實你做嘢做好嘢咁樣咧。因為如果你講得係咁樣嘅話咧，邊個會信啊？係咪？但我唔會淨係講，我唔會就好似啲政治咧。政治啲淨係佢哋去選總統嗰時咧，就講話啊，即係如果我贏咗嘅，我會做咩？我做乜？做乜咁樣係啦。跟住之後當選咗啦，跟住又 keep 唔到個 promise 咁樣。我會直情同佢講話係，雖然收入好好，佢都有永生，即係天堂真係好美好嘅。但係你做主嘅門徒，你要去跟隨主，都會同佢講嘅。係，我覺得好緊要咯，而唔係淨係話咁樣啊，神醫治你啊，神會賜福俾你啊咁樣。事實上，我哋信主的人都會知道，其實信主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嘛。所以要令他知道咁樣，佢唔係佢信耶穌是為咗乜嘢？佢唔係拜緊偶像，係啦，唔係拜緊偶像，唔係話哦，即係拜啲觀音咁啊，你賜福俾我，跟住我燒香俾你咁樣啦，唔係咁樣，即係好清楚同佢講翻，我哋個耶穌同其他啲民間宗教有啲咩唔同？係咁，呢個係我最即係近來依幾個月咁樣再。改善下自己嗰、那個即係傳福音有啲咩需要改善啦，咁呢度感謝係啦 ，OK，thank you。其實你好好啊，即係嗰個整個條理啊，個進即係嗰個進展啊，嗱、那、嗰個，然後跟住你基本上咧，你首先我想問你先，你知唔知道先你所做嘅？如果你俾個齊全嘅題目佢，其實你係講到傳福音嘅乜嘢咧？你知唔知道你先所做？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知道我們在說什麼，那、他可以想，大家一起想，他到底是在說傳福音的什麼呢？大家想到，或者你想到傳福音的要訣，是這個其中有些你說到是的、嗯基本上呢，如果我簡單說，你是一個傳福音的你分享啦，你怎樣做啦，還有你那個、即鼓勵人哋進入，同埋講如何去做，即係你講咗有啲方法嘅，最後你講咗方法，你講到你自己點樣去做，
同埋你留意啲乜嘢，即係所以呢個係屬於如何，屬於一個訓練嚟㗎。即係你知道你自己屬於一個訓練。咁嗱，一個訓練，咁我又會想問一問你啦。你想傳遞俾佢哋，除咗訓練，你會想傳遞啲乜嘢咧？嗱，你有講到你哋都要去，但係當你想佢哋都去咧，應該加上一個乜嘢咧？可以加上咧，你記得喺呢個太陽神聖情講到法咧，又講到挑戰、激勵係咪啊？即係挑戰係激勵啦。咁所以其中一部分你可以加上嘅，就係好啦，我分享我點樣傳福音，我點樣挑戰佢哋傳福音咧？呢個就係你，即係你知道你自己做緊乜嘢，你就會諗啦，我點樣去挑戰佢哋、激勵佢哋去傳福音？咁嗱，呢個你可以慢慢諗，即係用啲咩方法嚟到挑戰人啦。咁即其實通常嚟講，傳福音鼓勵人有幾個原因啊。第一，大家可以諗一諗，有啲咩可以鼓勵人哋去傳福音噶？有啲咩推動人去傳福音噶？第一就是耶穌俾我哋咁大恩典，我哋好想回應神，佢俾人知道耶穌幾好嘅咁。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講時咧都有種開心喎。耶穌真係好好，耶穌點樣釋放我哋、醫治我哋、安慰我哋，俾我哋人生嘅意義。咁我得到呢樣嘢，我都好想人哋得到，係咪？咁呢個去鼓勵人啦。咁你想唔想咁做，幫到你周圍嘅人咧？周圍嘅人有冇唔開心啊？有冇煩惱啊？你想唔想都幫到佢哋得到釋放咧？咁樣。咁咧呢個係其中一個推動力，都有其他嘅，就譬如話其實好多人係沉淪嘅，係即係好慘嘅。咁我哋更加真係好想佢哋唔想佢哋沉淪啦，想佢哋得到神嘅恩典，得到永生。亦都我哋有一日要交帳嘅喎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都諗下我哋有冇傳福音咧，同埋我哋點樣由冇傳福音變到有傳福音？呢個就係一個訓練啦，即係呢個另一個訓練。咁即係今次其實唔需要咩都講曬嘅。咁但係咧。其中一樣嘢，我哋盡量留意，每一次都講咧，就係鼓勵、挑戰人，可唔可以試下開始？你周圍有冇啲人可以向佢傳福音嘅？首先第一步可能容易做嘅，為佢祈禱先，為佢祈禱，又求神帶領你點樣用咩方法開口，揾乜嘢機會？嗱，呢個就係挑戰啦，即係可唔可以開始咁樣做？呢個咧就會即係將你個信息咧就變為一個唔係好似個靜態嘅信息。變為一個有目標，我想達到在呢班人身上嘅，即係任何一個信息都想諗下，我想喺佢有啲咩改變。呢個其中一樣嘢你可以加，即會令到你嘅信息有動力啊，會有動力一啲。可唔可以補充兩句？好。咁我想補充兩句啦。其實真係好喜樂嘅。我唔知道你哋即係當中，我諗都或者同其他人有都有傳播咁樣啦。咁亦都好鼓勵咧，你哋因為香港真係好自由喎。咁咧，香港真係好自由傳福音啦。嗱，我哋有 freedom of speech 啦，即係有自由言論啦，我哋有即係宗教自由啦咁樣。咁我就自己無時無刻都好感恩，即係真係好啊！即係如果我企喺中東國家咧，可能咧我已經被拉坐監咁樣。但係真係好感恩，即係香港咁自由，同埋咧呢個事工咧，即係我唔需要自己去買啲乜嘢宣傳單張嘅，即係佢已經俾曬啲。有人奉獻啦，有個商人咧奉獻，每個月奉一大筆咧，係有光碟啊，有啲小冊子咁樣咧。所以其實只需要用個時間咯，我時間咁樣。咁我因為我自己就因為都對，因為我同神去，我同主禱告話，我想你俾一個負擔我，咁主真係俾咗個負擔我，咁我唔係自己係嘅，係咪？咁其實之前咧其實之前我好憂傷。我每次想到70年前其實是一排是很憂傷的，但是感謝主今天被釋放，因為憂傷的靈是對不好的，憂傷靈不好的，你是有負擔是好，但如果你又不需要太過憂傷，因為70年前真的每天是真的很多人知道你，因為我知道這件事，我跟神說我沒有什麼可以做到，我只是可以做地上的代表這樣。咁我自己試過舊年咧，係真係同一個姊妹都係佢，我係做修復嗰、那個，其實真係好開心嘅，唔緊要嘅，你殺種又好 ，OK， 做修種嗰、那個，做修復嗰個都好，都好開心嘅，都好開心嘅。因為我仲記得咧，舊年咧同佢去舊年八月咧同佢修復嗰時啦，係我入聖靈咧係好大嘅彰顯嘅，係真係好喜樂嘅，即係嗰下。
嗰下咧，我同佢一句一句講啦，一句一句講啫嘛。誒，主耶穌，即係我邀請你咁樣啦。跟住我甚至即係開心到即係講唔到咧，講唔到咁樣，即係都完成咗咁樣。咁因為佢已經係準備收割㗎啦，你就係、是、我就係攞住嗰個 moment 同佢準備收割。但有啲唔係，有啲你就係撒種，有啲唔係，有啲甚至其實除草嘅啫，即係除草啦嗰啲咁樣。因為有啲譬如話你泰國嗰啲嘢，其實真係冇乜泰國咁樣，除草嘅啫，所以唔緊要㗎，即係你只需要係你去做得㗎啦。果效咧就交俾神，因為神咧唔係睇果效嘅，你果效其實咧我哋做唔到咩嘅，我哋只可以靠禱告權柄咧去做。咁頂神做工咧，咁神就即之前我好憂傷嘅。而家就即係好多都係釋放咗，但我仍然都好有負擔，但係我都係啦。好啦，啱啱你先補充嗰啲咧，你又諗下咯喎，你係講到全方好開心喎。當你講到全方好開心，咁你可以嗱，其實我而家做緊呢個咧係幫助大家提升嘅。你哋即係學習分享啊，都第日你都可以提升嘅。你我俾佢嗰啲啊提議啊咁啦，你諗諗，你係講好開心，咁好開心成日好自然，應該用咩方法表達會更加傳遞到呢個開心咧？就係自己開心咯。嗯。就係將呢種開心，譬如以前有種壓抑。不開心，哇！日日都有人落地獄，哇！個心好壓抑。但係當嗰日我一路嗱個聲音啦，即係個聲音。當嗰人願意一起同我祈禱，當我每一句帶住佢點樣認罪信耶穌，佢又願意跟住我講嘅時候咧，我興奮到咧，當時好似唔記得咗要講乜嘢，突然間諗唔到講乜嘢。即係你將呢種開心咧，用你嘅聲音同埋表情表達出嚟。咁呢個你就提升，其實咧你已經好大提升，因為咧本身 Helen 咧佢係講英文啊，係好好嘅。咁佢可能一段長嘅時間唔喺香港啊，所以咧佢講中文有時咧好似講下停下，但係今次咧已經係好大進步，呢個係非常好嘅。咁啊，咁你又諗下放啲感情，即係先我兩個提議，一個提議就係挑戰，激勵啲人去，亦都問下啲人。第二個咧就係有啲感情放去，即係。講到每個 part 都有感情，咁咧人哋聽嘅時候咧就會中意聽啦，因為你都容易吸收啦。嗯。咁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咧就我而家有啲提議你，其實你真係好好嘅，即係第一佢真係好勤力做功課，即係喺咁多個門徒嚟講咧，佢係好多時都有功課教，即係呢個非常好好欣賞你嘅。咁我而家提議一啲佢改善嘅地方。咁呢樣嘢第一樣嘢就係你已經進步咗好多，咁呢樣嘢係依然有些少嘅。咁佢有時咧就會咁嘅，講一句咧就。好似吞一吞口水，定一定停咗咁樣樣嘅感覺，但係今次已經少咗啊！即係嗰種講完，跟住咧就停一停。咁呢種嘅感覺咧，我哋要知道我哋係做緊乜嘢。嗱，有時我哋需要停喎。嗱，譬如咁啊，喂，耶穌咁愛我哋，我哋不如諗下我哋有幾愛耶穌。佢諗下有幾愛耶穌，大家諗下諗。嗱，哦，可以咁樣停一停喎。但係如果你嗰度講緊，我哋全方咧好熱心。咁樣停一停咧，啲人就好似你喺度諗緊下一句係乜嘢喎？即係呢句咧，嗱，你冇嗰個吞口水動作，我真係誇張咗，好似定一定咁啊！咁呢樣嘢咧係會令到人好似覺得好似截咗啊！咁呢個係你有時會有呢個情況，咁但係咧，其實你好好好乖，已經一路進步緊嘅。咁另外咧，有少少嘅表情同埋眼神，咁呢啲都係其實我哋個個都要留意嘅。咁我有時都睇翻我自己影片睇下。點解去改善啊？咁咧就你有幾個表情咧，你係不知不覺。第一個表情就係你好容易眼望上高，你喺度諗嘢咧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啊？因為我即係我哋即係要幫學生講道咧，所以我哋要留意呢啲小動作。咁呢個小動作咧就有咩唔好咧？就好明顯人哋睇到你諗緊嘢啦，同埋咧就好似。有啲唔係好自然嘅感覺，你自己諗就 OK 啊，但係當你講緊道咧，我哋就盡量嘅眼都係望住人，即係諗嘢嗰時都要呢個係一個調教嚟嘅。咁有時你同埋你有時你個眉頭會有少少皺嘅，有時會有少少，不過已經係非常好嘅學生，欣賞你，我真係好欣賞你。即係頭先我少少提議你改善，但係你係已經做得好好好乖，好乖，非常好。